Hello，大家好啊！因为我帮博啊又翻嚟同大家玩 TF2 啦，好耐冇玩啦，真系讲笑啫。考试我有玩嘅，但系冇时间同埋懒啫，唔执嘢呢排。啱啱考完试啦，系时候可以翻嚟同你拍片啦。咁而家今日玩嘅就 Skull 啦。从前呢，我个 Skull 咧就唔系好劲嘅，但自从咧更新咗之后咧，又新 low 欧咧，系输咗一定打唔赢啦，睇住啦，一。OK。等翻嚟再同大家讲一讲咩事啊？Hello，多谢你帮我哋怼喎。系啦，头先翻嚟啦，你见到呢个就系 Salmon 啦、吉乐天啦，同埋型男散弹枪啦，我唔记得英文系咩啦，所以唔扮嘢啦，系啦。三个嘢加埋咧，真系好过瘾嘅，我觉得。同埋咧，令我对 Skull 有重新嘅睇法。从前 Skull 咧打人咧，一定要近身打嘅，但系咧，而家咧，一拜系啦。首先先用 Salmon 啦，打晕敌人啦。之后咧喺打晕之前咧，即系晕晒之前啦，再加多个吉天啦，即系呢叫咩啊？断头血印系啦。之后咧，两个 combo 打出去咧，第二个 combo 咧，即系把刀咧就会做出150伤害点嘅，咁几乎所有角色都死硬噶啦。如果系 heavy 咧，好简单啫，先 summon 啦，后再用吉拉天啦，之后再加多两下散弹枪，咩都死啦，你收住死埋啦，冇啦。呢3个月嚟啦，有 keep 住玩 TF2 嘅，当然啦。之后。有练到好多嘢嘅，第一就一定要练sniper 啦。从前我 sniper 真系唔系好劲嘅啫，不过咧，点练咧？上 YouTube 啦，睇人点玩啦，跟住之后发觉咧，sniper 咧，即系我最中意个 YouTuber 啦，就摆多咗sniper 嘅YouTube 片啦，所以咧大约见到嘅，佢 sniper 方式咧就同其他人有啲比较，佢 sniper 咧就系嗰种。要预计咯，可以话，全部都系用一个 horizontal 嘅方式，一个 dimension 啦，就做出爆头啦。咁有啲高手系好夸张嘅，夸张到就系、开镜系移去人哋个头度啦，但系呢个比较难嘅，所以劝大家练咧就系练打横啦，即系用一个 dimension x dimension 啦，不断左右左右，系啦，之后咧就可以移好多嚟爆头。咁样讲翻而家，玩紧 Skull 啦，呢场知啊，但系暂时都感觉几好。Spy 死啦你，拜拜。我一 OK，唔会多谢佢咧，应该，不过我杀佢噶嘛，系咪啊？有咩可以讲呢？而家翻大学啦，啱啱考完试啦，圣诞节先考完，系啊，圣诞节啊，都冇谂过呢件事添。圣诞节 TF 都要 update 啦，就 update 啦。咁样好多武器都好夸张咁改变咗嘅。我明白，Valve 点解要咁做嘅？第一就系佢想做出嚟啲武器咧，唔好成日都冇人用。即系大家谂下啦，嗰把叫做Force of Nature 下面加个汽水嗰个叫汽水手枪啦，嗰个设计咧，以前嚟讲咧，既唔实用啊，做出个伤害细啊，同埋做出爆击之后咧，都系一样扣唔到人，好多人嘅啫。所以如果而家做咗啦，而家好夸张啦，嗰把汽水手枪，储够 meter 之后可以连跳5下啦，即系。系 一个新嘅 approach 嘅，完全系你明白 Valve 点解唔做嘛？真系唔想佢自己整出嚟啲武器咧，系咁整新武器，咁样反而令到好多玩家，我谂之后对游戏发展都唔系太好。有玩家会觉得，呢个系根本就系变咗一个用钱换嘅游戏，咁有咩好玩呢？OK 啦，咁咪翻见圣诞节再同大家玩多铺啦，好冇？好啦，陪我啦。Hello。
系啊，圣诞节啊，不过冇啊，我啲系留喺屋企打机咋。中学班 friend 唔会无啦啦入出嚟啦，因为从前我系搞手嚟噶嘛，但系我真系好冇乜搞啊。之后女朋友咧，未揾到下一任，系啦，亦都唔想咁滥啦，系咪？讲啫，即系有女。總會揾到嘅，自己有要求，咁咪係咯，唉，明㗎啦。咁啊，唔得閒追女仔咯，講咗啦。你睇下，你唔明睇我第一段片，教你追女仔嘅，係啦。咁我其實真係唔係一個情場浪子 ，OK？ 我係一個浪子，唔係情場 ，OK？ 係啦，咁聖誕節打機咯，係咯，殺豬雀咯。再俾人哋死，系啦。圣诞节留意最多嘅都系 TF2 啦 ，CS 啦，谂住死咗。唔系啊，我话咩啊？我话啊，以为圣诞节 TF2 系新武器，唔知系啦。不过 OK 啦，而家都系钻石嘅啫。咁钻石我当新武器玩噶啦，因为啊游戏扑街。即系我啲武器而家有齐晒嘅，几乎除咗争个 diamond back 啫。咁呢个谂住等一齐自己 random drop 啊，或者自己再合成算啦。顶你 Darren 难死，等翻嚟搵你。你讲乜嘢啊？唔知我，我都乱晒先 spy， 翻嚟搵你啊！仆街。我唔知咩，失晒仪态。我讲咩应该？系，好啦，哎，咪对决先，阵先同你讲嘢。系啊，合翻嚟啦，系啦，我有新 channel 嘅原因系因为我旧 channel 我唔记得咗个 Gmail， 之后噏唔到片，系啦，唔系失败。咁而家点啊？唔係講下咯，backstab 之後係咯，而家好中意而家把型男散彈槍，因為從前咧真係唔可以跳嘅，而家咧只要你喺 battle 之中咧，你就可以 double jump 啦，因為總會驚得翻啲 speed 嘅，因為從前真係好慢㗎，你攞住把槍，但係咧而家咧只係慢10% 喎，一開波即係快過中學，快過好多角色。点解佢有 crit 冇 crit 噶？唉，车差唔多推到啦，嚟玩完啦，就咁啦，好唔好啊？最尾做咩讲？系啊，有个 TF2 筹款活动，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支持嘅。咁有好多出名人啦，有 Star 啦、Drama 啦、Shippy 啦、Yorkas 啦、Captain Spark 啦，有 TF2 高层啦，有 Robin 啦，系咯，咁啦，另外啦，有黑牛高。心口，我唔系 spa 顶你，顶你，系咁啦，拜拜。